Feng Tianwei is a brilliant table tennis player who's had a brilliant career. She's won medals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at the Olympics, at the Asian Games, and most recently won 3 gold medals at the Commonwealth Games. So the Straits Times sat down with this legend to talk to her about many things, about hard work, about struggle, and where she keeps her medals. So in the Commonwealth Games final, when you were 3 games to love down, what goes through your mind? 其实落后的时候我没有想特别多，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了，我只是在想我总结了一下前三局的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下一局应该怎么去做，然后我就坚持我的想法去做了后面的四局的比赛。 其实前三局的比赛当中，我自己还是有一些急躁的，我还是比较着急，因为我可能在场上，自己不太确定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对方又很凶猛，拼得又很凶，那个时候其实给我的时间也只是每局1分钟的思考时间，所以说我还是强迫自己，因为赛前也做了比较困难的准备，也想到了会有 大比分落后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还是强迫自己要冷静下来，然后去想一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So you have so many medals. So what do you do with your medals? 其实每一次我获得奖牌的时候，我都会拿回家，然后可能跟妈妈一起分享，然后我就跟她说把我的奖牌保管好。然后每一次其实我不懂她放了哪里，然后有一次我可能就去储藏室去 翻东西的时候，恰巧发现了他把我的奖牌放到一个像一个我们打扫卫生的一个桶里，就是满满一桶的奖牌，然后所有的袋子都绕着桶一圈，就是很重，那个桶可能差不多有20斤这样，然后抱着桶就是满桶的奖牌，就是我妈妈收在了那里。Actually, you told me once long ago that you used to take your medals to your father's grave, I think. So can you tell me when you did this and why you did this and where is your father's grave? 其实就是发自心底的一种感受，然后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可能也没有这个很好的时机，然后也没有时间回。 回中国去做这件事，因为我爸爸的这个墓是在哈尔滨嘛，我的老家，所以如果今后有时间，我想这件事情，我一定可以做到，因为也是他很高兴看到的吧。People only see athletes when they're playing, and the athlete's life is very hard. So what do you think people don't understand about athletes? 其实运动员的生活，第一个比较辛苦，第二个比较枯燥，然后也比较乏味。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吃饭、训练、吃饭、睡觉，然后还有按摩，当然就是有那个身体的康复。在其余的时间，我们还要去研究一下技术录像，包括自己当天训练的自己录的录像，去研究一下第二天的训练计划。 所以每一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实我从学乒乓到现在已经有30年，所以这就是我每天基本全部80%以上的生活是这样。可能在其他人眼里觉得你打出了好成绩，可能这是你应该拥有的水平。其实，在背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包括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很多的压力。 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外人是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只有你自己，你的问题实在太戳心了，可能就是你每天最多的时候，不是你很顺利的时候，就是你。 在你不行的时候，然后你还告诉自己你要坚持下去，你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做到。这点我觉得是外人看不到的吧。
So I will ask you something not so intense. Please. 我已经哭了很，从 Commonwealth 开始哭到现在。 Do you have any superstition about your racket? Do you ever kiss your racket? Do you ever talk to your racket? 其实我还好，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迷信，只是球板你有的时候握到手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也有一种能量在，你跟它有没有会产生火花，可能你一握就知道，就可能说 come on， 给我点力量，比赛要加油这样，就没有特别多的迷信说一定要用哪一块板。 So are there one or two things you always carry with you when you go for a tournament? iPad. 其实也是跟工作相关了，有时候会看比赛的录像嘛，会看一些。还有一个我的枕头一定要带，对，因为我睡觉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睡我自己的枕头。有的时候住外面的酒店，它可能枕头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就是很不舒服。有的时候我没有带枕头，有几次就比赛突然就扭到就。 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是枕头一定要带的。So one people also don't realize about top class sport is a very lonely business. Do you have to be really tough to manage it? 非常孤独，alone， 因为你只能，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独自在面对你的训练，你的比赛。 最重要是包括你面对输赢，你面对压力，其实可能很多说，大家也帮你分担了很多，然后你的，大家也帮你释放压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面对任何的一切。你成绩好的时候，你赢的时候，只在一瞬间，就你接下来要面对很多很多自己需要面对的事。但是这个也是。 给我人生的一种成长，就是让我学会，独自面对，独自挑战，然后独自奋斗。那当然，你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所以你不会惧怕任何事情。What's the best feeling in sport? 就是你认为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你做到了。我可能之前没有想过我会拿奥运奖牌，但我拿到了。 然后我可能没有觉得我会拿到世界冠军的，我又拿到了。包括这次最明显的，我跟曾坚0-3落后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赢到最后，我只是在坚持认真的去做每一分而已。但我又赢了，就是这种感受。What's the nicest thing somebody's ever said to you? 可能大家都会说，都让我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就是说可能。 其实潜一层的意思是说，我们比较在意你这个人的整个的人生的状态、健康的状态。其实可能是家人吧，对我的成绩上面，因为他们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是很，怎么说，很追求完美的，一定要怎么样。其实他们就想让我不要过于的去追求这些东西，然后。 搞到把自己的身体搞垮，可能是大多数是这样。Can you tell me all your injuries? 我的右脚的脚踝，然后两个膝盖，然后腰，然后肩膀，肘，然后手，就是还有没有？想想，OK， 大概这样。<laughs> How difficult is it to play through pain? Does it make you cry in the hotel? What? How do you manage this pain? 其实我不太会因为伤病而哭，因为我从小我们就伤病会一直伴随我们。然后伤的最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训练的。然后你训练就很疼，但你不训练成绩又上不来，这个时候是比较痛苦的。比起伤病来讲。 身体的伤痛来讲，我觉得心理的伤痛才是最痛的。所以你在面临伤病康复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打针、吃药、针灸，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相对极端的一些疗法。其实我都有试过，但那个时候治疗的时候是真的很疼很疼。但是如果你想到我治疗好了，我就可以恢复训练了，我就可以去参加比赛了。其实。 这个疼痛已经不重要了。
So who are the three people who were most instrumental or responsible in you, in helping you through your career? And in what way did they help you? 其实我觉得不止三位吧，可能很多位，可能最主要一个是感谢我妈妈吧。然后，因为我们从小我的家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她拼尽全力让我支持我打球。还有一个也是从运动职业生涯来讲，我还是很想感谢刘国栋教练，因为是因为有他，我才能来到新加坡，才能够代表新加坡，这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第三位我想还是我的教练们吧，应该是包括这一直陪着我的我低谷的阶段，吴教练还有何教练啊，不然的话我早就退役了，可能会在几年前就退役了。他们能够帮我延长这个运动生涯，这个运动寿命，我觉得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对我技术上的提升，而且每一天的陪伴和鼓励是分不开的。So one thing which is really fantastic about you is you're really tough, because you know you have been through so many injuries, you have played over so many years, you have won so many big matches. So there's maybe people can't see it, but you are obviously you have a lovely toughness inside you. But was there a moment in your career, maybe when you were young, that you realized that you have this toughness, that I am tough?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moment when you realized, you know, I am strong inside me? 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挺喜欢玩的人，就是比较贪玩的人，可能训练我没有那么认真，然后也是经常跑出去去吃一些东西啊什么，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父亲去世的那件事情对我触动比较大，可能一下子觉得我要从一个小孩要变成一个成人，要负担起家庭的这么一个重任。我觉得其实现在回过头，那件事情是让我自己觉得我必须坚强的一件事情。 So you are a sporting hero t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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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not just in Singapore, all over the world. But do you have any sporting heroes? Have you ever asked anybody for their autograph or to take a picture with them? 其实我比较喜欢网球的运动员，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网球，只是我就是有一些伤病我没有办法去打，但是还是会关注他们的比赛。前几年我觉得李娜就是很值得是我学习的一个偶像，然后还有我在奥运村的时候，我记得是2012年的奥运会吧，我跟那个纳达那个左手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纳达尔跟他拍照，然后还蛮开心的。So you know, your story is just amazing, because you know you lost your father when you were young. You came to a new country, you started a new life. You made such a fantastic career. It's been hard. I know it must have been very hard for you at times. Are you really proud of what you have managed to achieve? 我其实还没有为了我的这些成就而自豪，我是为了我自己会一直努力，没有放弃，就是遇到各种困难没有放弃而自豪。其实我的人生也没有算是有多大的成就，我希望这只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开始吧。我希望自己能够就是以谦卑的心态去走好后面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道路。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